在越南九哥拿着国王财神酒越南到处走，九哥财神酒让你桃花财运啥都有，存款青春十八初恋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喝，没有任何负能依赖性，有负能依赖性不可能这么多功能、男人活着就为了那点鸡巴事儿，男人最贵的一嘎的肉，男人就要红光满面，不要阴气沉沉，红光满面桃花财运全围绕着你，阴气沉沉桃花财运全躲着你。带李小璐来这里逛一逛，看看衣服，我们走一走，看李小璐这个小后背，白白的小后背，穿着小吊带露后背，真的是得劲啊，我这一直起嘎的状态啊。哟OK， 看看衣服，这妹子也不错，长得白衣服这个整起来，喝起来，弄起来，搞起来这妹子不少啊。记住九哥淘宝店铺搜索九哥财神酒，深圳柬埔寨新闻部、外交部、内政部、旅游部、卫生部都在喝的，红带都在喝的，国王都在喝的，搞起来，弄起来，喝起来，兄弟们真的是好，真的是不错呀李小璐真的是没毛病，没说的，华人的下一代就是不一样，撩灯也不小啊，华人的下代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啊。今天特意化的很精致的妆，迟到了半个小时，然后现在他用的还是 iPhone 14 啊，证明你设计师看一看，他给我看，是应该是想穿给我看，卖货的小妹儿也挺纯的，这叫小杨也挺纯洁的小妹儿，现在是溜达溜达，转一转，逛一逛，看一看啊，然后大家抓紧下单，老客户赶快下单，然后12月份就出来新酒了，新酒没有老酒的品质好，12月份只有老客户享受到老酒，新客户全部发新酒了，从12月1号开始，然后大家就抓紧下单，抓紧整，抓紧弄啊，看这小吊带都要掉了，要吊带这么侧着看，隐隐约约的这个灯啊，真的是让我起感难受啊，真的是一点说的没有啊，里边还妹子瞅我呢，看我在这拍视频，她在里边换衣服，长发飘飘，长发到腰，她是腰到长发，要露个小头发，感觉她的性格很好。看看后面我不知道，你看吧，这小身材显得当小呢。没事，冒酒不漂亮，我看一点点，不算太漂亮，我觉得。他去看一看，再试试别的。这小肚皮儿露的啊，笑什么？呆破，真白呀、他的皮肤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小肚皮儿露的，我看呆破漂亮啊！这很多漂亮的衣服，他这个真不错。刚才这个，哎呀，他又换别的了，还是怎么的？看这个衣服怎么样啊，我告诉他多试一试，然后把那个喜欢的放到旁边，叫肚脐啥的，哇，真的是好美啊，好美好美。但是他这个再试一试，还有吗？看看他这个灯有点摸不清套路，他现在又挑选别的呢，就是身材好，穿啥都不错，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皮肤白，身材没有冰冰差不多吧，他们俩啊，我觉得，但是脸蛋干净啊，脸蛋颜值高啊，这种勾人的眼睛，华人就是不一样，混血，我在印尼看着印尼华人的老漂亮了，家庭，但是家庭保守，家庭很保守，印尼华人，哇，看到他内内了，是肉色的。肉色的内内，
他这试衣服有点慢呐，哎呦我天哪，还等大小马还怎么的？他换上这个衣服了，红贼吧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你这，他是听得懂中文，但是不敢说，就跟冰冰原来似的时候，我要教他大胆的说中文，才能以后一点点可以说。现在老母娘帮找别的东西呢，这老母娘长得也不错啊，有双眼皮儿，灯也不小，这叫老母娘，看吧，也不错。又换了一件这个衣服，这等着不容易啊。这个我看转悠看，这个我觉得不是很漂亮啊。嗯，卯球，卯球，一点点。他这怎么说呢？换的不容易。我觉得可以，漂亮漂亮，说漂亮吧，漂亮漂亮漂亮。爷爷，你再多看一看，还有吗？嗯。我不能，我要不咋说呀，就都漂亮吧，然后他自己选吧，不得夸赞呢，不能说啥呀，就别我说假话呀，就是一般嘛，这衣服我觉得就是啊，他那个说露着小蛮腰就性感了，就好看了，他的小蛮腰最主要是喜欢看他的小蛮腰，他的腰要是那种细那就更完美了，他的腰他不是那种特别细，他这属于是不是一般吧，就属于这个腰，你们觉得这腰怎么样？跟我那个潘切那个干妹妹腰差不多，嗯，他的皮肤没有干妹妹白，哎，也差不多吧，也差不多，皮肤也差不多，黑白程度。他现在正在挑选呢，挑选其他的，是像是圣诞老人的衣服，是的。算一下我看看，哇，他的臀真翘啊，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像中国过圣诞节时候穿的衣服，你们越南过圣诞节吗？啊！他们越南也过圣诞节。圣诞节什么时候？我还真不知道。12月31号吗？还等一阵儿呢。还让我帮他选一个，这我也不会选呢。我刚才没看。看他这衣服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帮他选性感的还是选什么的？不知道选什么样的，他这件显着他这个，大夫，我觉得这件也可以，他挺有设计，很漂亮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哇，很翘啊，身材完美，他一笑起来这么甜呢，他这个牙齿，天然的牙齿。我觉得是，我想让他穿一个很性感的衣服。嗯，我问他有没有，这里有没有性感的衣服，穿上看看有没有性感一点的衣服。我觉得你这么漂亮，应该穿一个性感一点的衣服。他正在找，正在看，他家好像真没什么性感。哎，那里就是那种露的沟的啊，有点沟的那种，给大家整点福利啥的，是不是？是太保守了，他这衣服。我想的跟你们想的，你们都懂吧？
哇，终于兄弟们，大家想看的看到了，真烦，真的我都不行了，难受死了。站住，看看后面，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这个简直是，但是，来来来来来，在街上可以穿这衣服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来来来，得得。在街上不可以穿这衣服啊，这衣服你们看啊，真的是这回展现出了它的灯了，展现出了它的漂亮了，这就是我给大家想看的，也是我想看的，真的。那不可以怎么办？不可以怎么办？这是内衣吗？啊，哇，啊，người ta thường mặc đi biển，人们常常穿着去海滩。哦，啊啊啊啊！那，你喜欢就留下。嗯。啊。我想我已经尽力了。啊呀呀呀呀呀呀！嗯。还去别人家看一看吗？还是就看这些？啊？还有一个 ，OK OK， 去看一看。对。啊。没有的，我已经选好了。没有了，已经选好了。OK OK OK。OK OK， 他想好哪个不知道。哎呦，我真的不错，兄弟们，这几个小妹妹真的不错呀！我去了，极品中的极品的兄弟，我这心痒死了，心痒啊，心痒啊！这就是今天我最终想看的这种穿的这种衣服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几个小妹儿，四个小妹儿，真的是不错，真的不错啊！还选哪个我不知道了，那一会儿结账吧，他应该不去，不去，不是了。看看去别人家看一看吧。选的哪个不知道，这四个小妹儿。白油这还不错，白油这个。还可以。白粉嫩，白粉嫩呢，刚才这件衣服。哇，我的心呐，我的心呐，我的心呐，真的是。还有。太啥了，真的一直起稿状态，兄弟们，就穿这些衣服，我感觉我突然爱了，突然爱了，真的就感觉突然爱了，怎么办？评论区下方找一找，关注九哥 YouTube， 威严9988，五个 Q 9393两个账号，一个是威严9988，一个是五个 Q 9393啊，关注九哥 YouTube 油管，啊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现在他在这里选呢，要哪个还是全要还是怎么的不知道，好，店长推荐的哪个好哪个不好，老板推荐的，他现在的衣服也很好，现在是他这个衣服也是小后背，真的是不错啊，嗯，但是走他不怎么走性感的路线，但是今天的衣服就一件衣服我穿我感觉行，但是还只是在家里穿或者去沙滩穿不能在马路上穿，其他的衣服都一般吧，他不走性感的路线，应该是只穿这种普通的衣服，现在结账的他选的哪个不知道，现在就是结账了，准备撤了，上其他地方要不要逛逛，有点晚了，时间有点晚了，他换衣服真的很慢，太慢了，这老娘长得也可以啊，然后就准备撤了，光就整起来搞起来，真的是平息不了我的这个心情，平息不下来我的老二，现在支棱待着，我都希望他别往下边看，我怕他看出来就很尴尬了，他看出来看出我的起稿状态就老尴尬了，所以还是得穿牛仔裤啊，以后不穿牛仔裤不行啊。
现在我们就准备撤了啊，然后时间不晚了，不早了，好了，不忘酒记得整起来，拜拜。我们现在买了一些衣服，准备撤了。